顿时中号相停，九天之地，所至今时光，直击困土，只得死光，不能逆风，幸逢难快离开。就在至今时光，终因摧毁困土之地，一道流光幻影窜入正门，零三六零，双手托天，以肉身为引，转化飞天辟地之势。心术不敢问，一条闻道苦闻心。